今行くから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汉姆，好的，来玩我们的 Care for Star。今天是5月1号，星期三。好，五一劳动节，台湾有放假。就放一天嘛，对不对？没有连假啦，没有连假。去年可能连太多假，然后就要补一堆假，补一堆假，大家就觉得很不喜欢嘛。因为如果是周休一日，你就不喜欢嘛。大家还是喜欢周休日啊。好，那这一期我们就来玩我的这一只疯狂雷电雪鲁咪九星。哦，这只雪鲁咪我当初只有三星而已啊。我印象中我只有三星吧？对，没有到四星，所以少一颗月亮。然后是之后我用一些，因为这是已经是最后一弹的啦 ，EX 最后一弹，当时已经有 EX 通用记忆了，我用 EX 通用记忆把它升到五星吧。你看我这只有90等啊，啊这个可能是400抽吧，400抽三星可能抽起来烂烂的，我就没抽了，运气不好就没抽了。好，那之前改版前有玩一下嘛，改版前伤害忘记了，可能两三百 B 吧，打工会首领的话一分钟之类的，有点忘了，要再次去看之前的影片，但是我应该不会去看。我们来看一下公告吧。好，这次上修的就是 Kusanagi 嘛 ,203, 还有这个灾事嘛。哦，灾事问号问号问号嘛。好，三个问号。然后 EX 就是雪鲁咪跟香橙嘛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香橙，不对，看来雪鲁咪。能力值都有调升，然后队长技也调升到 70%， 现在 70% 应该是最高的啦，没有任何一些负面的东西，然后 70%， 然后是攻击型的，好，伤害跟坏伤害都有调高，这个冷却10秒我原本不知道多久，但是它可以使用10秒啊，那有冷却10秒就是基本上可以一直用了吧，用完之后可以马上再用。那雪鲁咪的暗法应该是23131313131313吧，好像是，有点忘了。对，因为他一会重置暗黑雷光拳啊，所以三先用嘛。然后再23131313131313，应该是这样，应该是这样。我看一下哦，这边可能没有写清楚，我们待会去图鉴看吧。我们这边先看红字的部分。好，攻击力 buff 800%， 然后这边有加暴击率，加到 20%、哦、核心的部分暴伤5哇，加到450%，原本是多少可能要再去比较啦，就之前的影片嘛，我都有录啊，哦，之前多少怎么样的，他没有再去做一个比较的表格给我们看，他只有告诉我们上修后的，最好是能做出一个比较表格了，但是他们没有。这边也是爆伤，所以雪鲁咪还蛮痛的，因为就是因为爆伤的关系啊，蛮痛的。那当然，那个属性卡、特殊卡都有强化。套卡的话是五台意志哦，五台意志这一套是那个雪鲁咪跟那个克里斯的。暗黑跟电击嘛，这边也是有那个强化攻击力，有强化一点点，然后他的特殊卡有强化，属性卡真与假，还有这个寻找复兴吧也都有强化，天之选择都有强化。好，那个Kusanagi 他们的套卡应该就这次就没有强化了吧？因为上次阿修他们那边，我忘记阿修那时候有没有强化了，看一下，应该是这个啦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边是万龟嘛，跟阿修嘛，他们的套卡，没有，这边只有那个来自地狱跟武士修行，没有。
因为那个 UE 的套卡目前好像没有，还没有上修过，上修就太扯了，因为大家都长得差不多啦。好，那先看我的状态吧。我的状态，首先这种战力太低了，你不可能总力战，你不会想要用，因为现在总力战都已经四五百万了嘛，啊，这个才四十几万而已，那个分数差很多，所以他总力战应该也不会要用啊，大多是排那个战力高的。然后这一套刚刚说嘛，这个有变强130属性卡我就随便用了啦。然后觉醒石随便用，所以气势跟幻影攻击力都很低，因为我红书系没有上它，可以来调整一下。气势啊，气势，我这边有用这个气势哦，好吧，他这边用气势哦，好吧，就这样吧，不动了，不动了，我们就不动了，反正他也不是我们主力啊，这个 ES 格洛加都已经能上的地方不太多了，排名赛可以用，因为他可以解除那个免死，就是濒死前可以免疫嘛。他可以解除，那很多人应该都练满了啦，尤其是香橙辅助角还不错用，我想很多人也都已经都练满了吧。雪乳咪是15年的，15年有两只雪乳咪啊，这一只是 DLC， 我 DLC 要氪金的，就是如果你是玩那个 KF15 的话，PC 版或是那种 PS5 版本那一种的，啊，这个刚说上修了嘛，然后这边有超集中有战力啊，就让你二选一，看你是要输出还是辅助，啊，雷光选可以用，可以狂用，二的话就是一些 buff 自己 debuff 敌人，然后晕血，所以我打的时候都是2 3 1 3 1 3 1 3，二过去然后三就解除我，因为这个三可以解除伤害免疫。但是遇到那个极限护甲，极限护甲一开始他可能放不出来 ，AI 可能放不出来 ，AI 开始会比较笨。然后大概是这样，然后一自己放的话，好像可以再重置吧，我印象中。哦，可能写在核心吗？有点忘了啦，每次又忘记了，又忘记了。我来找一下，一鞋在哪里啊？重置暗黑雷光拳嘛，对不对？我找一下哦，又要找一下。好，他写在技能二啦，技能二就是你先放技能二，他就可以用三次，加自己本身一次。这个无月之雷云啊。他每次写在这里，我每次都找133都找不到，我每次都要再找一下，反正我都是2 3 1 3 1 3 1，然后3嘛，然后放完之后 finish 可以再重置一次，可以在2 3 1 3 1 3，不要按几次的就没了。哦，因为这个是10秒嘛，10秒内啊，你这个不止10秒内啊，你一下就用完了，其实两三秒就按完了。核心的话，这边有这些免疫，免疫五秒，免死五秒，然后加暴击率。然后这边有一些雷神之天罚，闪电之烙印，然后会有那个五追加伤害，然后暴击率暴伤，然后一三打的话可以赋予四格，大概是这样，大概是这样。好，来玩一下吧。这个已经很熟了，这只。前阵子也有玩嘛，我来插一下摇杆，因为我现在没有装电池，没有用无线的，因为我懒得充电。好啦，我有充电电池啊，还是可以用。反正接有线也没插，反正就在
电脑就在前面而已。平常这只已经不太能，就是顶多就是排名赛吧，排名赛可以用。那这周是平衡嘛，所以没有不能用。那如果你是打那个总力战的话，你不会用它的原因是因为我之前有示范过了啦，因为战力比较低嘛，就不会想要用了。会直接秒掉，示范一次好了。之前也示范过了，综合梁朝伟啊，哎呦喂，九十等啊，练那么快啊！综合梁朝伟练真快，我不知道能不能赢哦，跟他 P 一下，直接二三过去，二三一三一三一三，可能他就死了，二三他可能就死了吧，直接肉搏战。有没有？二过去晕眩嘛，除非他有扛晕，然后直接三就死了。但是我就说啦，总力战是比战力的地方啊，你已经不会用这些角色，你已经不会用 EX 角色了，你一定是用 UE 打，三对就可以了。哦，三对就可以哦，够皮。快打六了，好鬼什么时候要出啊？应该快出了吧？好，现在这两天又是日本 EVO 吧？有一些台湾的快打选手都去比赛，还有 KWF 选手都去比赛了。KWF 就 DBJ 嘛 ，ET 嘛 ，ET 的店收起来了。前阵子我看他的脸书说要收起来了，就说本来想说这今年会有一些有快打六嘛，然后 KWF 嘛，然后想说再撑一下，结果没有生意还是没有起色。他的店就是可以玩一些格斗游戏嘛。我不知道怎么计价，但是我也没去过。很多很多那种店都收起来了，要让你去线下交流，然后去打电动都没有了，就是回不去了，因为现在都玩线上了嘛，大家都玩手游了，谁跟你在那边跑去那边特地人跑过去那边玩那个格斗游戏，就没办法交流了，只能线上交流。格斗游戏都变成现在我们玩的这一种手游了。而且我们这个还是要走下坡了。怎么昨天都忘了？每次都说要弄，我都忘记，结果都一天只跑一次。好，コレワド，来试一下伤害吧。上修的伤害到底如何？我是电嘛？哎，我今天忘了打哦，我今天忘了打，是不是？有时候总是会忘记打，完全忘记打。今天没打，我今天没打，忘记啦，忘记啦。好啦，那我打一下，打这个露了体格，反正是电击的。我像平常都随便配，我今天为什么忘记打？我忘记，那我今天工会是不是也没打？因为我这个通常是跟工会一起打，那种工会肯定忘记打了吧？对，我今天工会忘了打。竟然都忘了，那排名赛应该有打吧？总力战应该有打，总力战有打，对啊，刚看了。然后我今天工会忘了打，就是忘记的嘛。有时候会漏掉了，东漏漏，西漏漏。嗯，好，我们打个 easy 好了，不要动了，不要挑了。随便调一下啦，哈哈哈哈！哇，好吧，就配他吧。这边再配一只 ES 格洛加，这都是收藏而已啊，九十等而已。好，这是给那个没有抽卡的人看，没有这只角色的人看，九十等大概是怎样？觉醒九十等大概伤害怎么样？我也不知道。哦哦哦，我也不知道多少了、欸，才100币哦。
欸，他的 PUE 是什么？他的 ESG 是13用连用吗？忘记了，欸，哦，你看300多400多，我，哦，感觉没有啊，没有那个谁强，没有那个八神还要强，我感觉好像没有八神强。还是没有八神强哦，因为八神好像随便打就一 T 多了，欸，没有八神强啊。勉强到一 T 啊，好，勉强到一 T， 好像没有八神强说，也许我觉醒时少一颗有差吧。觉醒时那个星星月亮嘛，爆伤少一颗，也许有差啦。我的那个 EX 超级中是 13没错啊，我 13没错，那我没按错，啊。那我这个号没有八神吧？那个八神在那个 Q 那个谁号？哦，林冲号那边，那个之前我有测过，真的还蛮强的。结果这个雪鲁咪不够强啊，雪鲁咪原本好像就没有说，虽然是最后一只输出角 EX， 但是我觉得还好。好，没了，空双旗。来过坑，来过坑。就勉强啊，勉强到一 T 这样。哎，欸，你怎么这样弄我啊？竟然出这个地焰给我，给我尴尬。啊，无敌了！好一 T。但我觉得还是八神强啊，哦，八神比较强，技能有差吧，因为那个八神他们的是那一种集中是好像是四秒连按某个技能吧，砰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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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他们这种超集中就是 3.5 秒，然后两个技能要连按不到100%这样冷却，所以是有差的，啊，我觉得那个技能也有差。这种是集中啊，集中就四秒啊，连按某个技能这样，某个技能啦，啊，忘记是哪一个了，可能是技能一吧。啊，我看一下，对啊，好像技能一吧。然后超集中本来就稍微弱一点，超集中的那个技能机制会弱一点，就是两个技能，然后 3.5 秒这样子。所以还是八神猛，八神猛，我觉得八神比较猛。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，我忘记了，但是我觉得八神好像比较猛，印象中，因为八神就随便打就一 T 了，一分钟我都是打一分钟，当然只是打这个啦，打这个也不准啦，啊，也不准，现在都要看气势啊，气势威压，幻影攻击力啊，打那个后面的副本，这个只是在测基本伤害啊，也是说上修是有敢上修嘛，因为上修起来好像300-400吧，还是400-500，有点忘了。可能两三百、三四百左右吧。但是这次上修绝对是比那个谁，比那个库拉，还有那个15年的库拉，还有那个谁，不知我还要强。那这两只我印象中500-600啦，500-600 B， 500-600 B。那我们这次已经到1000，就1000 B 就是一 T 啊，已经到一 T 了。但是我觉得目前好像八神还是最强，啊。好，那就先这样啦。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。那我们下期见，大家拜拜。